你干啥呢？啊，月之妹子，麦香姐，你干啥呀？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？啊，我就是算算账，心里踏实。哎呀，这有啥不踏实的呀？你不也去厂子里看了吗？你呀，就在厂里住下，啊，踏踏实实的干吧。月之妹子，我是想来想去呀。 觉得我干这个保洁啊，还是不太合适。那你想干啥呀？我觉得呀，德贵应该更信任我，我的能力也不差呀。好歹呀，我也是演员出身，虽然好久都不干了，可是跟一般的人啊还是不一样。这对内对外办个事儿啊，我都不差的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我没太听明白。我想啊。 我想当那个，月之妹子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改明儿啊，还是找德贵说吧。啊，行，那你就跟他说。啊，哎，月之妹子，嗯，今儿啊，我是见着大小了，那老疙瘩跟二丫啥时候过来呀？我怎么这也是他们的妈呀？那我明天。 给他们打个电话，行不？算了，还是别打了。强扭的瓜呀，不甜。婉香姐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啊！你还记得中秋节那天晚上不？你一唱戏，那三个孩子呀都跟着流眼泪。这说明啥呀？这说明他们的心里边有你。是啊。 毕竟啊，我也带了他们那些年，当时离开他们，我也是没办法，不是？现在啊，这仨孩子都成家立业了，真要感谢你跟德贵。就别谢我了，你要是谢的话，你就谢德贵吧。这些年，他是真的不容易，都得谢，都得谢。月之妹子，我问你，那二丫的老公是干什么的呀？ 老师，在中学里啊教书，文化人啊，哎呦，你看这老郎家现在啥人都有，这文化人、工人、生意人，哎呀，真是全了。哎，那志刚是干啥的呀？公务员。哦，公务员，那是国家干部是不？哎呀，真好。那小雪呢？小雪呀，是幼儿园的老师。 月之妹子，你看你的命怎么就那么好啊？你看这孩子们都长大，都成家立业了，你也不用管了。那德贵呀，有那么大的产业，你啥也不用愁了。产业这么大，啥意思啊？一年挣5-6十万呢，你就别瞒我了。谁告诉你的呀？我眼睛也不瞎，这么大的厂子，至少也是这个数。 要说呀，还不止呢。
睡着了？哎呀，你咋才回来呢？我都睡着了。老满现在客厅拿着个计算器，他不停的按，说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。刚才说了，保洁经理啊，他不想当，想干更重要的工作，说是回头亲自跟你说。哎，完了，麻烦来了。哎，当年我就是看着他带着三个孩子可怜，我才留下他的。这下好了，还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。你说他是个演员啊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我都不知道他啥时候是真的啥时候假的，咋办呢？这你说咋办呢？这我哪知道咋办呀。他来咱家那是冲着你跟三个孩子来的，那我哪知道咋办呀？你问我。哎呦，这就冲着三个孩子，那跟我有啥关系？那咋没关系？他现在住在咱们这儿，没住在三个孩子那儿吧？啊，我还不能问问了？你看你冲着我干啥玩意儿啊？你把你当年跟我要驴那劲儿拿出来冲他去，那他早走了。你可真急死我了，你这都扯到哪儿去了？他现在住在咱们这儿，是吧？咱们可以帮他，但他不能长期住在这儿啊，这算啥事儿？这要传出去，我看你梁德贵这张脸你往哪儿放？行了。明天我就问他去，明天一早我就问问他到底想干啥，咱再想办法。你这次绝对不能心软。你也不能心软。哥，刚才爸打电话跟你说啥了？他说满香妈不想到汽修厂去当保洁经理了，他觉得那工作不重要，想当财务主任。他是想掌握财政大权呢，说是要帮咱们家精打细算。他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，这修车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咱爸和月之妈能把他留下来，再给他在厂里找一份工作不容易，能提出这种要求我都觉得可笑，他不觉得吗？志平，你们那时候还小，你们不了解满香妈这个人，他这个人做事情啊，只看眼前的利益，有点鼠目寸光。当初他跟咱亲爸结婚，不就是因为咱爸是个县里的领导，有权有势的？只是咱爸身体不好，结婚没几年啊就去世了，他也成了寡妇，这才带着我们到了东北。这想想啊，他也挺不容易的。哥，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我那个想法现在更坚定了，不能让他在爸家住下去了，得给他劝出来。跟你住，跟我住，跟志刚住都行。你让他跟志刚住吧，他要来我家，我们得天天吵架。不，你现在千万别说这话，咱们先得给他劝出来。他跟谁住呢？那可以再商量。哎呀，不能让爸和月之妈再跟着他受罪了。行。把何满香劝出来是第一步，对吧？你一会儿见了他，别直呼其名的叫何满香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啥知道？咱们一会儿去超市啊，先买点东西，也算呢咱们对他的一点心意。你别一见了他的面啊，别直接就劝他走，咱们得去。你别啰嗦了。满香妈呢？啊，她一个人拿着计算器在屋里不知道算啥呢，从昨天就开始了。大小，哎，二丫，这么大早就来了，干啥呀？哦，志平听说你要到厂里边上班，就买了点水果要送去，但是你不在，我们就直接奔家来了。是啊，妈，你咋没去厂里上班呢？
保洁经理这活呀，我不能干，有点大材小用了。你爸呀，怕我累，心疼我，那不行。我今天呢，已经跟他说了，你说这么大的厂子，我得帮着分担点吧，是吧？啊，你说是吧，月枝妹子？马香姐，这厂里的事儿呢，我基本上不过问，这都是德贵说了算。我呀，顺便也劝你一句，这个女人呢，她就干点女人能干的事儿，是吧？我去给你们洗水果吃。月枝妹子，你咋瞧不起咱自己呢？你年轻时候不是挺能干的吗？妇女能顶半边天，你都忘了？妈，你看你这话扯哪儿去了呀？爸能在厂里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就不错了，你还想掺和啥事儿啊？二丫，这咋叫掺和呢？这叫分担。你说你爸辛辛苦苦的把你们抚养大，多不容易呀！你们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？我说大小啊，你就一辈子准备在你爸车厂里边当个修理工啊？这男人呐，一定要有上进心，太平庸了，妈不喜欢。哼，妈，我这点能力，踏踏实实的把车修好，把技术搞好就行了。哎呦，这样不行，这太没出息了，这让妈太失望了啊！你们几个孩子啊，就应该帮着你爸爸把这个车厂经营好，成为这里的头牌。谁的车只要一坏，首先想到的就是郎德贵修理厂。妈，咱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哈。而且你说了也不算。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想把你接到我家里去住一段时间。这你看，反正这个厂里的这个保洁经理的活你也不想干，那就去我家好好休息一下吧。厂里的事儿呢，从今以后你就不用再管了哈。一会儿去我服装店，我给你挑几件衣服，怎么样？不用了，我在这儿住的呀，挺踏实的。再说了，你月枝妈呀也舍不得我走，是吧，月枝妹子？妈，你还是跟我走吧。一会儿回去啊，我把屋子给你收拾收拾，再给你买几套新床单，怎么样？去你家看看行，我就不住了，不住了。妈，这好歹也是我们的一片孝心呢，你咋就不领情啊？你们几个呀，能来看我，妈就知足了，啊！我也没把你们培养成人，你说带上你们家去添乱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住这儿呢，能帮你爸干点活，帮他出出主意，也帮他分担点压力吧，是吧？我想把这厂子办得红红火火的，挣大钱，这不好吗？再说了，我在这儿啊，还能跟你月枝妈呀做个伴儿，对吧，月枝妹子？妈，我说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呀？你住在这不合适，你一会儿就跟我走吧，搬走好吗？我会搬出去住，我不会赖在这儿一辈子的。我何满香当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不是？这现在社会开放了，我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吧？啊，在这儿帮你爸爸郎德贵，帮他出出主意，分担分担。像你们这样现在平平淡淡的生活，我不行。我见着机会呀，我就拼命要抓着他，失败了我也不怕。哼，我算看明白了。你要说的好听啊，你是个敢想敢干的人；这要说的不好听，你就是一个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人，你就是个自私的人。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你这是说啥玩意儿呢？你这，我说的。志平，满香姐，志平这丫头啊，她说话不走心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别跟她生气啊。我才不跟她生气呢，我只是觉得这几个孩子对自己的要求也太低了。你说郎德贵给他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，他们怎么就不要求上进呢？那你这话啥意思啊？那你刚来的时候，你不是对他们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吗？咋现在变了？没有变。你跟德贵对他们的培养啊，我很满意。
我只是怪他们自己不够争气，怎么可以止步不前呢？你跟德贵呀，也该多要求要求他们。不，喂，妈，我志刚。啊，志刚，是我。咋的了？我马香妈在吗？啊，你等等啊。哎，老疙瘩呀。喂，妈，老疙瘩，你怎么样啊？妈很好啊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咋了？你也要把妈接你家住去？啊，不是，我就是问问。哦，我是想明天过去看看您。啊，那行。那就这么定了。行啊，明天见。哎，妈等你啊。好的。好，妈再见。老疙瘩，明天过来。我呀，也得找他好好谈谈。哦。何满香这么晚不回来，他不吃晚饭啊？他不回来了，他出门的时候啊，还特地跟我说了一声，说不用等他了。他干啥去了？没跟你说啊？哎，这今天早上何满香跟你说他不想当保洁经理，要当曹小主任这件事，你咋想的？他以前就是个唱戏的，管理财会，能行吗？行不行也不让他干。我一会儿就跟他明说，不行，不行。这不行，你早上咋不说呀？啊，你是不是心软了？我可跟你说啊，这回咱俩都不准犯这毛病啊。放心吧。妈，我不是说好了明天去见您，怎么您突然今天晚上就把我约出来见面了？今天怎么不叫我满香妈了？嗨，这不是您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还得叫您妈吗？妈听着真舒服。在连月枝面前啊，你们总是满香妈满香妈，妈听着心里就别扭。可是没办法呀，咱理亏不是。妈真后悔啊，当初怎么就跟着那个田大夫跑了呢？妈，您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？灵儿，你不是要上家里去吗？那咱俩一定会吵起来。怎么会呀？怎么不会呀？你们仨是不是合计好了，要轮番来劝我，把我接走啊？我告诉你，老疙瘩，我现在是不会走的，我得住在郎德贵家，帮他多做些事儿，这样呢，可以报答他对你们的养育之恩，知道吧？妈，您总住在别人家里不合适啊。合适不合适啊？妈知道。我的事儿啊，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。妈先回去了。那我送送您。不用了，你回家吧。啊。回吧，回吧。这何满强太难缠了。咱好心好意的，给他在厂里面安排个工作。你是故意吧？他倒反过来算计起我来了。你说他，你整天拿个计算机，他算计啥玩意儿？还能算计啥呀？钱呗。真是要钱就好办了，能拿钱解决的问题就都好办。对不起。哟，你们俩都在屋呢。你怎么能有我们家钥匙呢？我自己配的，这样进出啊都方便，免得呀让你们俩老给我开门。你在我心里的分量就越重。何满香，你这么做合适吗？啊，你配我们家的钥匙，你怎么的也得跟我们打声招呼吧？哟，郎排长，我怎么可能不跟你打招呼呢？我呀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儿啊。这个招呼今天打得成不？啊？坐，坐呀，坐。德贵呀，我想到厂里当财会主任的事情，你想好了吗？我想好了。那太
好了。哎呀，你干什么玩意儿啊你？那我真可以一心一意的，精打细算的把厂子办得更好。我想的结果就是不用了，我不同意。咋的了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是不信任我，还是觉得我没有能力呀？我告诉你，凭我何满香的能力，我很快就能拿到会计资格证。我谢谢你了啊，我不用了，啊。我跟你说，何满香，你要是再这么胡搅蛮缠，我就只能是请你离开这儿，啊，我不想再看着你了。唐排长，你说话怎么这么狠心呢？你以为我何满香真的要占你便宜啊？我是真的想帮你，想帮这个厂里办得更红火，赚更多的钱，那样我就对得起你，也对得起月之妹子，对得起你对我那三个孩子的养育之恩。我有什么错呀，我呀？哎呀，你，哎，你这个。你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你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，这么晚他一个人出去，我怕他有危险，我找找他去啊。你找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就找吧，你不信你试试，你把他追回来，麻烦就没完了。你可得了吧你，这都算啥事儿啊？这是那个厂里边不是你说了算吗？你要不用他，他也没办法。我找他去啊！提前说好了啊，这是你找的，你别怪我心软，我没主意，成吗？行，那是我要找他，跟你没关系，行了吧？那你找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那就我找他，我现在就去。你赶紧去吧，一会儿追不上了。我，哎呀，愁死我了，真是。志强，啥事儿？回家吧，这么晚跑出来，不是折磨人吗？我也没真想跑，可是你们谁也没拦着我。我现在啊，是寄人篱下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你可以住到孩子们家去呀，他们又不是没来接过你，是吧？他们是我的亲生儿女吗？再说，我跟他们说了，是你把我留下，让我住在你家里的。过去啊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在他们小的时候，我丢下他们不管就跑了。这次找回来呀，一是想报答你跟郎德贵，二是想看看孩子，想帮你们做点事，弥补一下我的过失。这要是一头钻进孩子家呀，也不合适。何况他们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。我这个人呢，错就错在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，非要当什么财会主任。好好的在工厂里打扫卫生不就得了吗？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今晚呢，我是明白了，这财会主任呢，我是死活也不当了。可是月之妹子，你也给郎德贵说说，那打扫卫生的事儿啊，我也不能干。你说那么多人看着，说我是志强的妈，还是给我留点面子吧。满香姐，你咋不早说呢？你看你绕了那么大一个弯儿，是吧？那德贵那人你又不是不了解，他说话就是直来直去的。那以后啊，你有啥想法你就直接说，你别东一榔头西一棒的，这我们也猜不准你想的是啥呀。好，以后啊，我有什么事儿都跟你说。好。
满香姐，看电视去吧。这就又失败了，啊！就不接受经验教训。看来啊，咱俩都不成。这关键时刻，这个心就是狠不下来。咋是咱俩呢？你去把他追回来的。是我把他给追回来的。我这一想到我当年上山捡柴火。从山上摔下来，是他把我给扶回来的。我这心就软了。行啊，你有这句话就行。那他要是再整啥事儿，你就不能埋怨我了。我啥时候埋怨过你呀？他生干啥玩意儿？何满香说了，他以后呢，再也不会提养这财会主任这件事儿了。也希望咱们呢。给他留点面子，别让他去汽修厂打扫卫生了。不是，我没让他打扫卫生啊，我是让他当经理，指挥别人干活，还想咋的呀？这还是志强出的主意。我知道，他是怕给志强丢人。志强都不怕，他怕啥呀？我咋都想不明白，这啥意思啊？就打算继续在这儿住下去了呗？估计是。哎呦，我这招谁惹谁了？啊？那我招谁惹谁呢？嗯。爸，你昨晚没休息好吧？我满香妈又惹您生气了。我是真拿她没办法了。让她到这儿来当保洁经理，她就是不来，推了。为啥呀？我找他去，没用。他能说出一万个理由，就是不来。那我去说服他，让他先搬到我那儿住。他跟你月芝妈说要再等一等，看一看，啊，考虑考虑究竟去谁家住。那还说要利用这段时间，要好好的照顾照顾我和你月芝妈。咋弄呢？你说。爸，你别急。我想办法。小凤，咱俩今天一定要想办法把满香妈接到咱们家住。你没意见吗？我什么时候有过意见呀？早点接过来好。满香妈真是好奇怪，为什么非要跟你爸住在一块儿？这样下去要出问题呢。是啊，哎，你今天啊要对她热情点，主动点，请她出来吃饭、逛街。只要他一出了家门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无论如何，也得让他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。这个办法行吗？你和志平不是去过一次，想把他接出来，不就吵翻了吗？你是媳妇儿，他怎么也得对你客气点儿。试试看吧。小小，嗯。今天我们请满香奶奶吃饭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今天奶奶跟不跟我们出来吃饭，就看小小有没有本事了。我有本事。那比侬厉害大。谁呀？妈，啊，是你们来了，啥事儿啊？小凤跟小小都想您了，我就带他们来看看您。啊，小小，快叫奶奶。奶奶，哎呦，我的大孙子，嗯，来，跟奶奶坐着看电视啊。快坐，哎，看好看不？你看，好看吧？
妈，今天天气好，咱们全家一块儿出去吃个饭吧。啊，听朋友说市中心开了个新饭馆，环境又好，菜色又特别，我们带您去尝尝。吃完饭，我们再陪您去逛逛街。奶奶，你去不去啊？你要是不去，妈妈就说我没本事啊。小小，你说的啥？奶奶要是不去，妈妈就说我没本事。小凤啊，你这说的是啥呀？我不跟你们出去吃饭，孩子就没本事啊？这么小个孩子，你想让他有啥本事啊？你们俩说明白了，今儿是来干啥的吧？是不是你爸跟连月枝给你们出的主意？难怪这一大早连月枝就出去了。满香妈妈，您误会了，我们真的是想过来陪您走走逛逛，吃个饭。小凤啊，有些事啊你不清楚，别听大小跟你瞎说。我在郎德贵家待多久啊，我心里有数，我不会一直待在这儿不走的。当年啊，郎德贵对我们家是有恩，该咋做呀我心里清楚，用不着你们在这儿给我瞎指挥。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大小啊，你有空啊好好陪陪媳妇跟孩子吧，我还得出去买菜呢，晚上你爸还得回家吃饭。哎妈，你就别自作多情了，我爸那用不着你操心，人有连月枝呢，你别老跟着瞎掺和。当年你带过我们兄妹，我们还把你当妈，要不然啊我才不管这事儿呢。我自己的事儿啊我会处理，你们回吧回吧。妈，我饿了。妈。小雪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呀。真不好意思还让你跑来看我。哎呦，我来看看我闺女，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？妈，我最近幼儿园的工作特别忙，没去看你和我爸，你们不会生我气吧？你爸呀知道你忙啊，这怎么能生你的气呢？妈，满香姨还住咱家吗？住着呢，她说呀暂时不想搬，想再考虑考虑，看看住到谁家去。他想的还挺多。妈，你让他赶紧搬走吧，这要是住久了就说不清了。咋说不清啊？小雪，你是不是知道啥呀？没啥，我就是随便说说，咱吃饭去吧。你要知道啥你得赶紧告诉妈啊，你可千万不能瞒着我。不会的，你要是不相信我爸呢，你就想办法把满香姨赶出去，那你不就放心了？我哪能不相信你爸呀？你们小的时候啊，他就住在那儿，你爸呀根本就看不上他。现在都这么大把岁数了，我哪能不信你爸呀？走吧，吃饭去。哎，你跟岳斌的婚事咋样了？等日子定了，我就来通知你们。行。哎呀，吃饭去啊，走。师傅，这肉多少钱一斤啊？2斤。你给我来一斤吧啊，要瘦点的。给你干饭出去。哎，新鲜的啊。哎，好嘞。这鞋谁给我买的？你猜。我猜啥猜啊？那行了，那就是月枝给我买的。对，是月枝啊，给你买的。你瞧见了吧？还是月枝了解我。这鞋穿着多舒服，还透气儿。你做梦吧！这是我今儿给你买的。哎，你快穿上，穿上，一定合适。我呀，还是最了解你了。你拉倒吧。你这鞋你给人退回去，我不穿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
人家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，你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？我不讲情面。当年你撒手就找那田大夫去了，你带来的仨孩子，我给他们养大成人，养到现在，我还怎么讲情面？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。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我真的很后悔，德贵啊！哎，这德贵不是你叫的。那我叫你郎排长总好了吧？何满强，你能不能别再这么缠着我了啊？就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了，你走吧，你要不走我就报警了。我犯什么法了？我来看看儿女，在你家住几天，我是偷你家东西还是抢你家东西了？你怎么那么恨我呀？行了，我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我，你不走是吧？你不走我走。哎呀，德贵，德贵，不要，怎么还要话说清楚了？德贵，我跟你这种人，我说不清楚。郎德贵，我喜欢你，难道有什么错吗？哎呀。是那种人吗？我出来是对的，他这种人就只能是不理他，离开他，让他一个人在家待着。那他干嘛老这么没完没了的纠缠呀？他要干嘛呀？他可以跟别人说，说他是来找他三个儿女的，在你家住两天都不可以吗？我和你月之妈就是因为拉不下脸来，中秋节那天晚上，心一软就答应了，让他一直住到现在。今天我实在是忍不了了。我跟他翻脸了，他应该能明白我啥意思。他得知道，以后在这个家再住下去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？我回厂里住去，看他好意思再住下去。满香姐，你别哭了。要不你跟我说说，我跟德贵哪点做的不好，对不起你了？哪里是你们对不起我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我一直赖在这儿不走，还跟德贵说我喜欢他。我知道我不该说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。我真的恨我自己。哎，说就说了呗，你这么一直哭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我走，我肯定走，我再来到这儿也真的没有意思。你去把德贵找回来吧，明天你给我一天时间，不，最多给我两天，让我想想我到哪个孩子家比较合适。要不月之妹子，你帮我参谋参谋。满香姐，要我说呢，这三个孩子你去谁家都可以，他们呀都会对你不错。你要是让我建议，那就住志平家吧，再怎么说跟闺女住还是好一些。再说了，他平常生意那么忙，你没事儿呢还能帮他照顾照顾家，是吧？
姐，姐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来，进来。小雪，你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呀？挑衣服呀？我不买衣服。嗯，姐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是月之妈妈和满香姨的事儿。姐，你可千万别和月之妈说我来找过你啊，她不让我管这事儿。这事儿哪能不管呢？这玩心眼儿，月之妈妈哪玩得过满香妈妈呀？